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摩根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今天要说的是两款夺宝新皮肤，一个是哪吒的钻石夺宝免费皮肤，名为次元突破，头戴 VR 眼镜观测仪，脚踏无人机，手持高科技火箭枪，说实话还是比较好看的。背上的混天绫，兄弟们注意啊， Made in China， 中国制造。哎呦，这个弄的就相当到位了啊，有那感觉了啊。然后第二位是点券夺宝的新皮肤，不是李白的荣耀典藏，大家也算是久等了啊，是程咬金的活力突击。据说这款皮肤有三种形态，还会变瘦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整体特效。小金金拖着肥胖的身躯开始健身，看来他要立志成为跟我一样身材的男人啊。他拼命的锻炼，然后到了最后终于得到了收获，他成功了，他终于变成了荷尔蒙爆炸的男人啊。不错，看着结实的身体和强壮的手臂，再加上骄傲的屁股蛋子，强壮而不失美感，帅气中呢还透露着狂野。绝对能变换三种形态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普攻时候拿着哑铃，血量正常的时候呢是肥胖程咬金，穿着厚厚的卫衣，扛着大肚腩攻击。血量中等的时候，程咬金原地换装变身肌肉男，血量越低越瘦。最嚣张的是第三种形态，血量变得很低的时候，这就直接光膀子了，上衣一脱开始战斗。一技能同样也是三种形态，肥胖、健硕、光膀子。不过大家注意到没，程咬金受到伤害的时候除了变装之外，受伤的时候呢还有表情包切换，这跟孙尚香的杀手皮肤类似，并且第三种形态身上还会冒火。第二、第三种形态砸下来的时候呢还有聚光灯，第三种形态还有个小金人的出现。二技能拿着哑铃转圈，看着打击感挺不错的。第二种形态也就是变了个装，第三种就厉害了啊，光膀子不说，转圈的时候呢还有一圈火焰出现，表情包出现的也是相当到位啊，用变装来诠释被动血量目前的状态。大招直接原地洗澡，血量到达一定状态的时候呢衣服也会渐渐增多。不过这个走路姿势着实欠揍，行走过程中还不忘锻炼一下。更欠揍的还在后边，待机动作直接开始摆造型，看来他开始迷恋自己的身躯了啊。回城效果自然也是相当爆炸，举哑铃、跑步机、仰卧起坐，头顶还飘着锻炼日期，然后金身走起，直接回家，落地还不忘加个餐，可以的。其实程咬金这款皮肤还是比较励志的，鼓励大家锻炼身体，同样也能身体健康，拥有一身完美的肌肉，走向人生巅峰。程咬金这款皮肤会在1月份上架，我感觉这款皮肤不错，细节很多，特效也是传说啊。当然了，肯定也有一大部分人不喜欢的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